牧灵进信教会营会注册。首先，您要注明有多少位参与者，接着填写个人资料、堂会和衣服尺寸。记得务必填上您的紧急联络人的资料。请选择您的住宿、用餐和交通。完成之后，您的费用总数就会出现在右下角。付费方式可以透过银行转账和扫描 QR 码。付款之后，请将收据邮件至 cbcconresscbcpj.org。最后，请签名，然后同意所有的条款，这样就搞定了。温馨提醒，在7月10日至31日期间所收到的延迟注册，将收取1人50令吉的额外费用，并是供应情况而定哦。还犹豫什么？现在就踊跃报名吧。